Hello，Hello，亲子同享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美食哦，蜂蜜哦，蜂蜜其实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处处都是用得到，而且真的是因为甜甜的，真的都就是很好吃，而且用在像下午茶啊，像有些吐司啊、松饼啊，然后或者是加入一些果汁啊，或者是做一些其他料理，其实都很多用处。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瓶，为什么要分享这一瓶？因为它是油蜂酱的蜂蜜，它的特别就是它有丢球，然后它有得过奖的哦，而且它是没有加糖。低含水率都符合国家标准，没有添加人工香精啊、甜味剂啊、香料防腐剂，这些都没有，而且它的农药检测是符合规定的。好，得奖记录真的超厉害的，2018年的、2019也有的、2020、2020都有得奖，好，都有得奖，所以真的是有到奖的蜂蜜哦。那我们这里啊，其实这边这个我们目前有在团购的优惠，就是有优惠价，就是这个是荔枝花蜜啊，荔枝花蜜当然就是蜜蜂从荔枝花上面采下来蜂蜜啊。然后这一瓶是等于那个龙眼花蜜，你看它很特别哦，它寄来的话，它是用这样的方式哦，很可爱的感觉。好，可以保护得很好，然后我把这样拿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就是把它拿起来，就是一瓶蜂蜜的。那这一瓶是龙眼花蜜，好，龙眼花蜜。那这个蜂蜜呢，其实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，当然就是龙眼，好，龙眼蜂蜜。那产地当然是在台湾啊，因为它这个全部都是来自于自家的农，就是农场里面的。就是荔枝树、龙眼树的花蜜，那常温其实它可以保存在24个月，就是两年的时间。那如果你拆开，如果是你把它打开过了，最多打开过了，不要再把它放到冰箱了，因为它不用冰，不用冷藏，直接放在常温下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打开之后就赶快把它吃掉，在使用期限内把它用完。其实我们时常就是会泡一些蜂蜜水啊，或者是像蜂蜜那个柠檬蜂蜜啊，夏天吃这种冰冰凉凉的真的很好吃。好，而且它的那个比例啊，其实像我们如果做加水跟蜂蜜啊，其实就是1:10就可以了。等一下我们要把它倒出来给大家看。好，那它的温度最好不要再去煮它，因为它的 最高温度建议不要到60度 C、不要到60度 C。 那这里有写像婴儿的部分啊，未满周岁的婴儿就禁止食用、禁止食用，那对，禁止食用。然后这边有效期限两年，油蜂酱还蛮有名的哦，因为它有得过奖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，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蜂蜜的色泽是怎么样的，长怎么样的。来，我们先来开箱荔枝，荔枝花蜜。这边贴纸把它拿开，粘在旁边好了，这边可以直接，这边来，来 ，OK。它里面还有一层，所以要把它旋转起来。这边有一个，我们把它用这个部分先把它戳出来。还有一个这个盖子要把它拿起来，拿起来就到时候直接可以直接用倒的。哇，这一打开之后，出来那个蜂蜜的香气就出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把它倒出来咯，你看好，哇哇，晶莹剔透，有没有？来，
一下，有没有？这含水量真的很低很低哦，低于标准的哦。你看，都是满满的蜂蜜哦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开箱另外一个，开箱另外一个。来，我们来开箱，这个是荔枝的，荔枝的。好，来，这是荔枝的。那现在我们来开箱，这个是龙眼的啊，龙眼的，龙眼的一样就是要把它给盖子给打开来，好，打开来，一样它上面就会有一个盖子。放下来，把它锁上去，啊，它密封，这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。来，把它倒下来给大家看。哇，这个颜色有稍微深了一点点，哈，深了一点点，哦，真的是很天然的颜色，啊，这个是龙眼的，哦，真的是很天然的颜色。看到，来看，有没有？很浓稠，哦，很浓稠，哦，含水量真的很低，是纯天然的，纯天然的，好，看真的超棒的，好，你看哦，像我们有时候像我们做像那种冰那个香蕉冰淇淋啊，其实也可以把它淋上去一点点，或者是松饼，哇，这吃起来真的是超美味的。哦，超美味的一个甜点，哦，饭后甜点，哦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有团购价哦，真的是很便宜的，真的是比市场上还便宜，哦，而且它真的有得奖过的才介绍给大家，安心，好，哦，安心美食，哦，好，而且今天我们就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分享到这边，哈，哦。那赶快，大家赶快来抢哦，因为这个真的是限量的，限量的哦。好，拜拜。